道家养生以老庄道家思想为宗旨，太极八卦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以调阴阳和气血保精神为原则，运用调神导引吐纳四时调摄风水环境等方法，使精气神后天转化先天，用先天之气滋养后天，从而调和阴阳，流通气血，培补精气，锻炼筋骨，以养脏腑，调理肌肤，根本目的在于追求健康长寿。Toy's health was called Toy's life in ancient time, that is, for the purpose of Laozi and Zhuangzi Toyism. Tai Chi no Si Yin and Yang,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as a guide for Yin and Yang and spirit and blood. The spirit of the principle of security, used for intelligence, guided breath, geomatic omen environment, music, and other methods. Spirit and vital energy acquired into the innate.The use of natural nourishment acquired reconcile the yin and yang, the flow of vital energy and blood, tempered bones and tendons, yin yang visceria, skin conditioners. Taoist health gong fundamental aim is a pursuit of health and longevity in order to achieve your life's rebirth of health.一，道家静功。Taoist sitting skill。道家静功以静坐为主，可先从听息入手，慢慢入静，最后达到外不觉一物，内不知有身，身心俱忘境界。静功的姿势要自然方便，以坐式为主。盘坐式。Cross-legged sitting position. 双腿盘坐，全身放松，双手自然放于膝处。正坐式 Riding sitting position 双腿正坐与肩同宽双手自然放于膝处跪坐式 Kneeling sitting position 双腿跪坐与肩同宽双手自然放于膝处
靠坐式 Leaning sitting position 身体靠物双腿盘坐双手自然放于膝处二，道家站桩功 Taoist stick posture 站桩是我国古代道家养生术的一种以站式为主躯干四肢保持特定的姿势使全身或某些部位的松紧度呈持续的静力性的运动状态从而达到气血流通心神得养保健强身防治疾病的目的无极桩无极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下垂置于体侧太极桩太极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抱球置于胸前二仪桩二仪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按球置于体侧四象桩四象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抬起推向两侧掌心向外手同肩高
八卦桩，八卦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内扣，脚尖内扣，双手抬起，指尖相对，掌心向外，手同肩高。独立桩，独立 standing form， 一腿支撑，一腿提膝，脚尖内扣，双手抬起，两侧推出，指尖向上，掌心向外，手同肩高。托天桩， Holding the sky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抬起，向上推出，指尖相对，掌心向上。太乙桩，太乙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内扣，脚尖内扣，两脚平行，与肩同宽，一手抬起，向前推出，另手下按，护于腹前。托宝贝桩， Pulling baby standing form， 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右膝微屈，左膝前顶，左手在前，右手在后，向上托起，如托婴儿。矛盾桩， Conflicting standing form，两脚开立，与肩同宽，右膝微屈，左膝前顶，左手如盾，护在胸前，右手如矛，护住右肋。伏虎桩，Taming tiger standing form， 两脚开立，屈膝马步，两手内抱，相距一肩，形如伏虎。降龙桩， Taming dragon standing form， 两脚开立，右腿屈膝，左腿蹬直，左手前推，护在头上，右手下按，二手凝劲，势如降龙。三，道家吐纳功 Taoist breathing skill。 吐纳功要注意呼吸舒适，要自然，不要刻意追求呼吸的长度。练习时要先入静几分钟，再开始习练，练好也要坐几分钟，逐渐收功。吐纳功对提高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功能活动有显著作用，对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保健也有良好效果。
单孔呼吸 Breathing with one nostril 双腿盘坐双目微闭一手食指压住鼻孔一侧呼吸绵绵悠长左右孔呼吸 Breathing with two nostrils 双腿盘坐双目微闭右手在上手指立起压住鼻孔左鼻吸气右鼻呼气左右呼吸绵绵悠长丹田吸法Breathing to 丹田双腿盘坐双目微闭双手相合放在腹前腹部呼吸吸则腹满呼则收腹绵绵悠长龟息法 Tortoise breathing 双腿盘坐双目微闭双手抬起放在头侧口部微张以口吸气吸后下吞送于腹部自然呼出绵绵悠长胎息法Embryo breathing 双腿盘坐双目微闭双手自然放在腹前口部微张以口吸气吸后下吞送于腹部呼吸自然绵绵悠长如同胎儿四，道家点穴功。Pointing acupuncture skill。点穴功是以点击穴位来养生和气机的功法，即通过点击相应的穴位，达到治病和防病的效果。在武功运用上，把全身的力量运在手指上，点击人身穴道，就可以使人受伤害。自我点穴时，首先要找准穴位。然后再用剑指点揉，力量要适度，太轻没有效果，太重伤身体。剑指桩 Sword finger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曲，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臂自然，置于体侧，食指中指向前伸直其余三指内屈轻扣抓球桩 Holding a ball standing posture 自然站立两膝微曲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臂自然置于体侧五指微曲如抓球状养生点按穴位 Point of Taoist Health百会百会 point 点按百会穴百会穴位于人体的头部头顶正中心双足盘坐双手剑指点按百会由轻到重
河谷。河谷 Point。点按河谷穴。河谷穴位于手背虎口处，第一掌骨与第二掌骨间凹陷中。双足盘坐，两臂放松，置于膝上，一手剑指，点按合谷，由轻到重。内关，内关 Point。点按内关穴，内关穴位于前臂正中，腕横纹下两厘米处。双足盘坐，两臂放松，置于膝上，一手剑指，点按内关，由轻到重。章门，章门 Point。 点按章门穴，章门穴位于侧腹部第十一肋游离端的下方，曲肘合腋时肘尖近处，双足盘坐，双手剑指，点按章门，由轻到重。足三里，足三里 Point。点按足三里穴，足三里穴位于膝外侧胫骨边缘膝盖骨斜下方一厘米处，双足正坐，双手剑指，点按三里，由轻到重。尾中，尾中 Point。 点按尾中穴，尾中穴位于股二头肌腱与半腱肌腱中间及膝盖里侧中央，双足正坐，双手剑指，点按尾中，由轻到重。三阴交，三阴交 Point。点按三阴交穴，三阴交穴位于内踝间直上三寸胫骨后缘，双手剑指，双手交叉，点三阴交，由轻到重。涌泉，涌泉 Point。点按涌泉穴，涌泉穴位于足前部凹陷处第二三指指缝纹头端与足跟连线的前三分之一处，为全身俞穴的最下部。散坐于地，一手剑指，点三阴交，由轻到重。五，道家推拿功。Toys Massage Skill。 推拿通常是指医者运用自己的双手作用于病患的体表、受伤的部位、不适的所在、特定的俞穴、疼痛的地方，具体运用推、拿、按、摩、揉、捏、点、拍等形式多样的手法，以期达到疏通经络、推行气血、扶伤止痛、去邪扶正、调和阴阳的疗效，也可以自我推拿，达到自我保健的效果。手法由轻到重，再由重到轻，以推法为开始手法，以揉法为结束手法。推法 Rub Skill。 双腿盘坐，
或无极桩，两手相叠放于胸前，从左到右，由上向下，缓慢推腹。拿法 Hold scale， 用手指提捏或揉捏某一部位或穴位，称为拿法。揉法 Massage skill， 双腿盘坐或无极桩，两手相叠合放腹前，先揉丹田，再揉三焦，然后四肢。拍法 Pat skill， 双腿盘坐或无极桩，单手虚寒向下拍击，先拍丹田，再拍三焦，然后四肢。六，先加五禽戏。Five animal game。五禽戏是一种道家养生方法，模仿虎、鹿、熊、猿、鹤五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创编而成。它是一种外动内静、动中求静、动静兼备、有刚有柔、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的仿生功法。虎戏 Tiger form， 双腿微屈，身体前倾，重心前移，如走虎步，两手虎爪，前手头前，
后手付钱。陆系 Deer form 身体前俯，两手扶地，一足着地，一足后蹬，一侧转头。雄系 Bear form 身体全蹲，二手分开，身体摇摆，同侧手按地，交替进行。猿系 Monkey form 身体侧俯，两脚并拢，一手扶腰，一手按地。鸟系 Bird form 一，一腿支撑，一腿提膝，脚尖内扣，两手抬起，掌心向下，如鸟开翅。二，两臂下摆，沉肩坠肘，形如鸟飞，重心挺起，脚尖上勾，伸腿前蹬。七，神仙座八段锦 ，Toist 八段锦。神仙座八段锦是道家的一种导引功法，此功法历史悠久，简单易学，功效显著。八段锦练习时，注意动作由难而易，里面脊柱动作要自然，动时不要太快，越慢越好，扣齿要轻。每个动作各做九次或十八次。华池鸣鼓 ，beat drum。双腿盘坐，双目微闭，上下叩齿36次，以舌揉齿36次。双手抬起，放在脑后，掌心盖耳，食指用力，向内弹击，如鸣天鼓。摇撼天柱 ，Shake pole of heaven。双腿盘坐，双目微闭。双手自然，放于膝上，以脊为轴，圆形运转。运转旋机 ，turn 旋机 point。双腿盘坐。双目微闭，两掌相叠，掌心向外，抱与胸前，两臂撑圆，以肌为轴，
圆形运转，左转时左掌在外，右转时右掌在外。起火命门 Lighting the gate of vitality 双腿盘坐双目微闭两手后背掌心按腰双手向下推按起火开通三关 Through three passes 双腿盘坐双目微闭双手伸后放在腰部呈拳头状拳心向上先向前仰再向后靠单臂擎天 Hold arm up 双腿盘坐换手上推手臂撑圆不可推直眼随手走双手托天 Carry hands up 双腿盘坐双手高举手心向上如托青天抬头仰视双手攀足 Hold feet 双腿伸直身体前倾双手攀足八道家易筋经Toist 易筋经道家易筋经是集道家养生术之大成的修行健身功法通过吐纳、导引、采气、按摩等功法对人体进行全面的静养和锻炼内练精气神外练筋骨皮达到洗髓易筋的效果练习易筋经要注意肌肉放松动作以慢为主柔和如太极拳太极浑圆太极浑圆 form 两手分开经由胸前由下而上缓慢上抱随即下按至小腹前二仪分清二仪分清 form 两掌翻转掌心朝上抬至胸前徐徐下按力推三峰 push 三峰 form 屈膝下蹲两掌外翻向前推掌左右分僵 separate on size form屈膝下蹲两掌外翻两侧推掌
拜斗士 Worship Triumph Form 两手翻转捧至头顶两掌下按至小腹前托天式 Carry Sky Form 两手翻转向上托起头稍后仰脚跟提起两眼上望视若托天青龙出水 Dragon jumps out of river 左脚横跨掌指回屈身体左转右手前抓身体右转左手前抓左右开弓 Pull out bow on sides 左手立掌向左推出右手握拳向右拉开身体右转向右推掌摘星望月 Pick star and look at moon 左手放下右手画弧向上推出身体左转左手画弧向上推出拔刀式 Draw broadsword out form 右手握拳置于颈后左手握拳置于脊柱尽量拉伸犹如抽刀旋机式旋机 form 身体左转右腿蹬直左手握拳置于颈后右手握拳置于脊柱上体前俯向右旋转身体右转左腿蹬直下肢不动上体旋转摇撼天柱 Shake pillar form 双手相对手心向外身体拉伸略微旋转重心右移呈右弓步双手相对略微旋转白鹤飞翅 White crane flying form 左脚提起两手平举缓慢上抬形如鹤飞无极式无极 form 双手画弧收于腹前自然站立全身放松九，道家洗髓功。Taoist washing spine skill。道家洗髓功由动功和静功组成，是内家拳里最核心的功夫。练习时要注意肌肉放松，动作用意不用力，以慢为主，动作柔和。脊柱运动时候要如波浪，无有停顿。正龙游 Dragon swimming front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脊柱松直随同双手波浪运动侧龙游 Dragon swimming side 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脊柱松直带动双手左右运动十道家剑宗养生功 Taoist washing spine skill 剑宗修炼的特点内以身为红炉练内丹外以习剑术以练形中起火安炉铸剑以练劲达到人剑合一气剑一体以剑演道的境界练习剑宗功夫要从剑桩等桩法入手练习时动作要柔和速度缓慢均匀发力时抖弹快速配合发声
铸剑桩 Found sword standing position 自然站立双膝微屈以身为炉以意为火以气为剑身心一体握剑桩 Hold sword standing position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双手握剑放在腹前剑桩 Sword position 自然站立双膝微屈双手抬起掌心朝上托住小剑意念专一系于剑上金剑 Golden Sword转身上步剑举过肩斜下披剑目视剑身水剑 Water sword 凝腰送肩向前刺出左臂打开剑指后点木剑 Wood sword 右手握剑左手剑指赋予右腕向前刺出火箭 Fire sword 右手握剑画弧上撩反手外格左掌覆腕土剑 Earth sword 右手握剑左右平抹左掌覆腕右手翻腕右左平抹十一，道家太极内功。Taoist 太极 inner skill。道家太极内功是受龟蛇和白鹤等仙家灵术的动作启发而创的道家养生功法，有站桩、龟进、柔球、蛇进、鹤斗、鹤进三大内功。练习龟桩、柔球，呼吸自然；鹤斗发力时口微开。发哈字音配合发力柔球时动作要缓慢速度均匀静如抽丝绵绵不绝龟桩 Tortoise stick 自然站立双膝微屈双手抱球放于胸前身体后仰头微抬起
手揉球 Hands rub a ball stick 自然站立双膝微屈双手相对一上一下左右运转身体随转如同揉球眼随手转足揉球 Feet rub a ball skill 一足站立双手外推如浮波涛一足抬起由外向内凌空画圆如同揉球鹤斗 Crane's shake 双膝外顶两臂外展力同鹤斗一触而发一发而收全身抖弹十二，道家八卦内功。Taoist eight diagrams inner skill。八卦内功是道家太极八卦掌基本功法，是一种以掌法变换和行步走转为主的道家拳术。走八卦步单双换掌时，动作要求顺颈提顶，松肩垂肘，立腰溜臀，食指抓地。八卦桩 Eight diagram stick 两脚平行自然站立两膝内扣双手抬起向前推出指尖相对掌心向外手同肩高单换掌 Change one palm stick身体右拧，沉肩坠肘，步成弧形，围绕圆心，擦地而行。两臂微屈，右掌外撑，左掌下按。双换掌 Change two palm stick 身体右拧含胸拔背步成弧形围绕圆心擦地而行两臂微屈撑圆下按十三，道家内丹功。Taoist inner spirit skill。内丹功姿势主要用盘坐式，主要有静养化气、神光聚性、意照周身三步基本功夫。习静是内丹功的主要功夫，心若不静，则气无所归，功无所行。道家内丹功 Taoist inner spirit skill
一，道家进功。Taoist sitting skill。道家进功以静坐为主，可先从听息入手，慢慢入静，最后达到外不觉一物，内不知有身，身心俱忘境界。进功的姿势要自然方便，以坐式为主。盘坐式 Cross-legged sitting position， 双腿盘坐，全身放松，双手自然放于膝处。正坐式 Riding sitting position， 双腿正坐，与肩同宽，双手自然放于膝处。跪坐式 Kneeling sitting position， 双腿跪坐，与肩同宽，双手自然放于膝处。靠坐式 Leaning sitting position， 身体靠物，双腿盘坐，双手自然放于膝处。二，道家站桩功 Taoist stick posture。 站桩是我国古代道家养生术的一种，以站式为主，躯干四肢保持特定的姿势，使全身或某些部位的松紧度呈持续的静力性的运动状态，从而达到气血流通，心神得养，保健强身，防治疾病的目的。无极桩，无极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曲，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下垂，置于体侧。
太极桩，太极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抱球，置于胸前。二仪桩，二仪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按球，置于体侧。四象桩，四象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抬起，推向两侧，掌心向外，手同肩高。八卦桩，八卦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内扣，脚尖内扣，双手抬起，指尖相对，掌心向外，手同肩高。独立桩，独立 standing form， 一腿支撑，一腿提膝，脚尖内扣，双手抬起，两侧推出，指尖向上，掌心向外，手同肩高。托天桩， Holding the sky standing form， 自然站立，两膝微屈，两脚平行，与肩同宽，双手抬起，向上推出，指尖相对，掌心向上。